Metal Gear Survive 这一款叫做《潜龙谍影：生存》的游戏影片。你好，我是老吴。那如果你们呢有对这个 Konami 这个制作这个游戏的公司的有一些认知的话呢，你就知道了《潜龙谍影》这个系列了。本来的原创者呢，Kojima 呢已经被炒了。那如果你是支持《潜龙谍影》这个系列，你是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的话呢，那通常呢就不会买这款游戏了，因为他们呢，这个我们玩《潜龙谍影》第五代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结局的时候还没有到结局的时候呢，那个 Kojima 就被炒掉了，所以呢就影响了他整个第五代的那个结局的那个整个进度啦。那这个公司呢非常的贱了，把了我们原创者炒掉之后呢，还出他的新的游戏啊。所以在这个影片之前呢，我想各位老大们呢，如果你看见这个影片的话，你看下面有一个 dislike 吗？按给他爆炸，那这个影片成为老吴最多 dislike 的一个影片。OK， 可以选男选女。OK， 那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呢是一个 beta 版的，那我们来试看弄一下女生好了。哎，可以选名字的。OK， 哇！很多脸这样子嘛，这体验版你是蛮多选择的，比我们前几个月试玩的那个魔物猎人还要多一点啊。哇，我看看现在什么叫美好啦。这黑色的头发，这游戏好像听说也有单人模式，有故事的吗？它故事好像是讲述第五代那个整个基地被吸进去那个妖怪的这一次潜龙谍影打僵尸啊！我的妈，潜龙谍影几次变恶灵古堡了？那我们暂时就称它这个款游戏为潜龙古堡吧。那我们今天欢迎收看潜龙古堡。那我们先来搞一个人物好了，这个太慢。真的就选他吧，然后呢发型可以更改，发型可以长一点的嘛，为什么要这类鬼鬼的长毛呢？这个吧，眼睛，哇，眼睛他的这是眉毛啊，哇哇，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眉毛的位置，哇，我的眉毛太亮了啦，跨脖领啊，眼睛的部分，眼睛的形状，哇，这个干不会困切啊，鸡咧！眼睛上下，哇，这个，这个推下来有一点很奇怪啊，这个是谁来的？哇，很细哦，脸跟 The Sim 有的 fight 哦，鸡咧物件，它很多东西可以调，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哇，你不要再玩了，那老吴，你选这个。哇，这个很可以哦，哇，还可以叫疤痕哦，声音也可以改变，有声吗？哇哇，他这样子的声音讲这样子的话，哇，很配哦。哇，哎呀，我不要玩这个啦，等一下我会被变态呀，老母，九七六六麦当劳直接开始聊了，追个人赚了七八个小时，好没老母你根本就是不配，超不配的。然后这个是目录界面啊，小队成员就是有几个人，就可以四个人一起玩吗？哦，这是什么？接受任务。这里呢？这是什么？没有写东西。哎，还有哎，后面还有哎，这是什么呢？这个可以更换装备啊，这里。然后呢？怎么换？好像好复杂哦。可以换一下我的武器啊，主要的武器还有。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啊，只要次要枪，头背哇。它有分重量的呢，这个面罩戴下去，我做的人物做了四十个，我点点嘛不是莫名其妙。衣服很强啊，这个不用钱的吗？开始就有了，
当然是选这些贵的，这些加比较多防护力的。哇，这个铁的手游哦，今天拿来做米给耶，我怎么知道？保温哦，有迷你裙还是比基尼的嘛？训练区域长按训练，不要训练了啦，直接打了，训怎么练？哎，好了，训一下子了，还是我按什么键打都不知道。我来训练一下子好了，这是什么啊？然后呢？按什么打？按什么键打？有枪啊！玩法跟前的《谍影》第五代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低手势、高手势是什么意思？哦，高手势可以丢比较远，丢，丢。What's this？ 高手势。好吧，那我就像这个好了，这怎么打呢？这个，这样子杀他，哇哇，很低攻击力啊！可以了，我的训练已经完成，我可以直接打 boss 了，直接开始接受任务。来，抢救任务列表，各种情报抢救，快速配对 easy。我们现在打这个吧 ，weak base 简单。开始，哎，我按了开始，他就跑出这两个了。任务情报，这个是假的吧？这有一点尴尬，在这里，就是我选了任务之后，这边可以给你看呢、啊，这个任务的地图，然后才来这里出发。应该这是版不会这样子的吧？距离任务开始时间，开始了。看到前面很多垃圾丢下来，所以我可以潜行的吗？这是什么鬼来的？啊，拿这个什么塑胶来做什么呢？乾隆古堡来的吗？这个游戏，来，啊，吓死我了！哎呦，很恐怖啊！杀死，杀死，会惊动其他的吗？不知道，真有啊！快跑，快跑！拿这东西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哦，我在这里，然后我要进去这个地方。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哎，前面有怪是吗？它有那个音波，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怪。它没有 CQC 的吗？这带，给它扫了去，打卡卡别吗？哎，它会知道我来了不？看啦，哎，去，去，加了一个500 KUB 是什么来的？痛击我，痛击我，唱咕咕叫。唱咕咕叫，啊！暴击，暴击，暴击！然后我要这里干嘛？不知道，很多只看着我嘞，看着，看着，啊！很多只看着我拿枪 ，test 干枪好了。我枪很痛哦，我枪很痛哦，枪也太痛了吧？啊！然后我在这做什么？诶，然后按什么？按原先装那个东西，什么来了？挖虫洞挖掘机，这拿来干什么？长按放大，这是什么啊？这是 Tower Defense 嘛？公用仓库，这我可以拿东西出来耶。然后呢，这个区域就是我放了一个塔，那边会帮我射的是吗？就是时间到，那些僵尸就会进来的吗？橡胶我拿了一大堆，那在拿来做什么鬼啊？有枪的符号在下面，惨了，时间响了，然后要干嘛？我不知道，拿了很多东西，拿了木材，拿些椅子啊，拿些什么东西进去啊？干嘛？威胁正在，第一波来，第一波啊！哇，我倒了，这什么？爆了头先，哇，后面来了，我很快哦。哦，这个塔又不会射，做什么？要等他跑完是吗？还要挖东西啊，还要守着啊我。我要等他挖完啊，是吗？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里面有枪啊。哇，可以进来哦，冲进来哦。捡了一大堆，有没有什么鬼来了？拿一些尿瓶啊，那一些，回去小便用。高级工作台。哇，那做什么打造？普通剑，然后呢？子弹可以中了，可是我需要一些火药，还有木头。火药去哪里找呢？修理。哦，我的衣服、裤子、枪也是可以修理的。
然后有什么东西火药，我现在找火药来，我鬼懂，我现在找火药来了，跳进去先。哇，多只哦！哇，这样多只的，长狼在打着我的，可是他有什么哎？他有自己保护了，也太多了对吧？我守着这个水晶啊，走开，撤退。另外一个符号是什么符号呢？这个是什么符号？高等配件工作台，诱饵哦，这是来做工具的。哇，木缆，这是哪只哦？这可以挡啊。木头，你通过攻击波，我在弄的时候它有在走嘞。铁，来弄一下了。一般的这个我就可以弄而已哎，铁不够了，现在要找这些材料。然后来弄一些围墙这样子盖着他们这样子吧。然后现在呢，这红哦，就是说他会来的方向啊，就是说他们会从这些隔这个地方来，然后我要去这个时间找一些材料出来。然后你看我这个栏杆啊，可以啊，然后就这里封着他这样子啊，白色哦这样子，然后就盖着这个地方，然后。可是我的材料不够啊，怎么找材料呢？我还要去外面找啊，哪里找这些材料来的？这些可以捡的吗？不行啊，这些不可以收起来，然后丢掉的吗？没有啦，烧烤啦，烧烤。树可以砍的吗？好像可以，可以吧？可是砍不断啊。这是小树可以砍吧？啊，小树可以砍，大棵就不行啊。好，可以拿一些木头，我是这样子弄的啊。然后这些呢，这个可以砍了吧，砍不断，小棵的树可以砍的，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些材料。这是什么花来的？这个这怎么弄？可以打包了。这些是算钱吗？铁桶打包可以得到铁的，铁桶打包可以得到铁的。哦，惨了，第二波来了。耶，是的，我的东西都还没有弄好，我东西都还没有弄好，藏的武器都还没有弄好，有什么东西可以建吗？我可以弄枪嘞，可是需要这些感应组件，哪里跑这些东西来呀、啊？我不知道，都是可以弄啊，地雷、喷雾，好了，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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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先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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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哇，这是 what is this？I don't know. I try to shoot first. 很硬哦，这东西太硬了。惨了，我的那个命要完了。他们自己会爆了。我死了！哈哈哈哈哈哈！他们尬惨，炸到，直接炸到我整个，然后就输了。能挖到能量，这些是我已经挖到了。然后呢，我挖到，然后呢，干嘛？得到 D， 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得到其他的一些材料呢？长按奖励，他得什么奖励吗？这是我挖出来的，得来了 D。这些东西可以留在下一场的吗？其实。然后挖来干嘛？啊？ I don't understand 我这是什么？总结，得到500多块，马上预约。我连我在玩什么都不知道。哎，补给箱很多东西啊，这些枪，无限日期，这些是送的吗？啊？不是送那么多吧？补给箱，有哎。有欸，这些送的欸，我拿到完了。然后呢，没有啊，主武器背部枪啊，有啊，有欸，去干哦。技能训练，我们看一下技能训练是什么啊，可以升等的吗？这是什么？我们的那个能量还有欸，哦，就用来我们的能量来升等啊，现在是11等了。然后可以拿来干什么？哦，可以解些什么技能啊？
啊，可以截一些单手操控这样子，提高速度，近距离的伤害，生命上限，移动速度，耐力上限，这是来自于升等的。问题是那些材料怎么弄？他没有教学的吗？我们再来吃吧。那上一波我们扛了两波，没有办法，那个大只怎么？我们先来拿一些铁那些东西，先来快好了。多啊，其实他那个一些地方玩的东西可以拿了。所以说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啦，在这种搜救，这种，这种人家不要的东西啊，我们这种捡废物啊，捡废东西啊，帮他们做一个，就算是。哎呀，雷龙雷龙，成堆物品还要这样子慢慢收了，按照这方行。回收佬，你以为容易当吗？你，哇，你看到后面吧，杀了几十个出来啊！有没有子弹啊？该不是拿来把 shotgun 的吗？可以可以，打了，我这 shotgun 很强。这是什么？我暗示他是什么资源？我还可以叫人哦，叫人来帮我这样子啊！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他老师是从这个方向来的。操的，我还没有弄这个围墙啊！哪一个比较可以耐？这个比较耐耶。弄几个？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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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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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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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我没有拿它出来。哥，下班。砰！砰！砰！有子弹！哇哇哇！别打我！别打我！那边母亲接流。走！哇，流了，等一下。等我大哥。惨了，受伤了，不要！偷弹菊花。呜呼！过来，第一个。快点，快点！我的东西刚才弄好了，飞去哪里？我没有吃到补命耶，用补命。喷！哇，杀虫剂啊，很多蚊子。哈哈哈！他就这样子，他就，哎，别再用了，别再用了。这里带一个，这里堵住他。在哪里呀？这里也会来啊。这里盖一个，堵住他。这是堵到了吗？其实。鬼桶啊，放了先放了三个，没有很多方向来耶，其实就全部都封起来了。然后我封到他，可是我没有武器，怎么打死他呢？怎么弄这些其他的材料？这些液体，这沙饼包是哪个什么的？这个我不知道我来干嘛的，这东西其实后面还有好几只啊。哎，不行，打呀，挡住他。然后呢，我又打不死他。这个问题是，可以，可以，可以，打得死的，打得死的。难啊，这样子啊，很痛啊，惨了，会爆炸的，跳，会爆炸的，惨了，这个是要靠近我的那个，哈哈，再跳一次，他靠近我的那个。不行啊！啊，我吸啊我！就干！为什么这个防复活药是？复活药这个防什么的？这个防弹的。惨了，这些东西全部，这些僵尸是不防弹啊！这很多啊，惨了，这地方。不行啊，不够子弹，不行，这个来啊，来了来了，这个不行啊，哎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不可以打你人头，还没死，还没死，好吧，我复活药好吧，你这个坏蛋，坏蛋，坏蛋，哎，我退，他的僵尸是来不完的，其实，那你只是要。生存到那个时间二十五，是，成来来来七，
挡下挡下，拿什么东西？这手来做什么鬼用了？不知道。丢丢，不，我破破了。第三波，第三波，你是玩我了吧？第三波，这乃这么可遥控戒指，遥控装备，这乃干什么？放一个东西在这里干嘛？然后呢？传送。哦，然后我可以传送，哦，可以传送回去的，这样奇怪的东西，靠近了，哎呦，又是这些东西，哇，还有人的，那边有子弹，哈哈哈，有子弹，有子弹，就刺他了，哇，三级头盔啊，这个，不错不错，哇，这个硬到万死。又你老妹呀、啊、又是啊，花了19000呢、啊。好了吗？我们一次比一次玩就越来越强啦、啊。我们下次玩就 B 的 A 了啦，然后去 S。拿来他堆吧，拿来做什么用的？我觉得。那好了，我们的试玩影片先到这里啦。那如果只是要研究一下，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玩，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弄一些枪的啦。那如果你们还想继续来看下去的话，不要忘记点一个 dislike。哎，有嘞，空气炮弹，这也是应该是个 beta， 应该是弄不出来的吧？是只可以用这样子弄的吧？说不定。哎，我们再试一次好了。哇，还有陷阱哦。火陷阱，什么水陷阱，雪地子也有啦、啊。这些东西我有很多、欸，你看在这里，这是我上一场挖到了是吗？这些东西，到了就好多东西在这里，我可以拿到我的身上，快速配对，它会配到其他人吗？我们 test 看呐、啊，哎有哎、欸。啊，他配其他人一起的。OK， 来，我们配到了4麻瓜，没有了，有些20等的。哇，成员！哇，他们还锤头了呢！这跟他们讲话了吗？怎么办？有麦克风了吗？我过去找你。他有些什么？他可以讲话啦！敌人很快就来了，准备继续。哦，他叫我去准备这个地方，准备加快脚步。过来了，麻瓜！哎呀，跳哪里？跳哪里？跳飞机？跳机场？跳机场？哇、哦，还有这个什么不行的这个载具哦，又让你骑哦。个人画面，还有饥饿度的，是什么鬼啊？来了。哇，4哦，他们应该会玩的吧？跟着他们就准没错，不是啊，跟他们，哇，一刀就死了，而且他们的体力真高了。哎，你在弄东西啊？然后我怎么知道你弄什么？然后我不要再重复呢？哎呀，不用了，不用管他啦，弄我自己的就好了。可以开始了，我要先放了嘛。先等他们吧，这个时间现在，他自己跑去按了，我都还没有摆好东西，第一波开始了，直接给他害死了，他直接在那边等了，看这个兄弟，蹦起来，哎、欸，你不能出来啊，哎、欸，我在封在这里，他不能出来，他被封在里面，被封在里面了。可以封了，我就先封点。他们直接跑过去打这些人，他们直接过去就去打那些僵尸了，很好啊。那我来守了，你们攻。这游戏就是这样子的嘛，平衡啊。这个就是有大神带飞，看到吗？几十只在那边了，他们不怕了吗？我来跟他们去闹一下子好了。我很强哦，他一个人打完了，你看。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哎、欸，砍错人了，可以砍到人了，可以砍到自己人的，嘿嘿，第一东西破了。第二个我们要放一些什么鬼东西出来了？第二波我们的东西又不见去了，放个地雷在这里，自己的人踩到会爆了吗？其实 ，How I know？ 看到吗？我的枪，放在这方向。哇，这根本是守塔游戏吧？雪地子。留给下一场好了。哦，这东西我要我自己去架的。来，他们去哪了？那台？哎，旁边还有一台枪，不会拿吗？死一个，他爆手不会联盟的那个。哇，我的栏杆也倒下来了。惨了，会热的。喂，你们守另外一个方向啊！你们 T 三一百，你傻了？这有个枪不会用了没？我他切啊！干掉，那个枪啊！来，有人，可以，交给我。可以，还有哪里？他死了！你啊，高潮啊，补血啦！我的雷还有在电梯上啊，看到吗？走不进来吧？走开了，你大哥，拿枪啊！不能叫我拿枪的。哎呦，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你跳来跳去做什么？你舞台剧啊？你在演？来这边拿枪，这边还有一把的吗？看到吗？哇，第二波破了，还有第三波，我忘记了。哦，我的枪不见了，惨了，我的枪没有了。没关系，我还有油坑陷阱。哦，这个是什么来的？不知道，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哦。哈哈，我这我在干嘛呢？哇！很强哦，他有这个东西哦，四面八方，哇，来看看一下他好了，在干嘛？哇，很好亮，来，给他们点，呼呼呼，好爽啊他们，惨了，我这边来了这些人，后面有人进来了，惨了，这个是他。爸爸全部被我们这些大神打完了，呼呼呼，任务完成，哇完了，哇我到11万啊！更换模式是什么意思？不错哦，哇给匕首4哦，给你一个 like， 哈哈哈，哇哇完了哇，还有敬礼哦，我要跟他敬礼一下子，等下给一点时间敬礼，敬礼，哈哈哈哈哈，还急功啊！哇，神一般的东西哦！报仇，这是我每次我破完的时候得到一些东西啊！哇，他第一名哦，第二哎，我差不多什么都没做，就拿第二名也是不错了，哈哈哈哈！结束，好了，那我们的被那个射吧。这试玩先到这里啦，那我们下个游戏回来再见了，拜拜！操！快来呀！快来！哎呦，你他妈的！我服了你了，哎呦，我操！你妈，你拿个枪没子弹，你拿着干嘛？吓鬼呀！完了。